先生，朱医生遇到麻烦了，他差点被强暴还被诬告，现在关在警察局里，他需要律师，我们可不可以帮帮他？顾先生，人先保释出来。辛苦了。放心，只要找到证据，朱小姐就能彻底行刑。你这是第一次出门，你对每一个艳遇对象都这么用心吗？是领导求的。敢做不敢当，傅云深，你真不是个男人。那朱医生缠着我干什么？傅先生，其实我们可以让律师来查的。目的是紧急出差的，我到这事拖久了会出变故。你该见的是傅姐，是她亲自找到的。要走了，有些话我必须告诉你。可当他听到你出事，着急的从楼梯上摔下来。跟我在一起，有你可能有寂寞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你了。对不起，我用你跟我说对不起。但我要你保证，从今以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承担。好，傅云深你好，我叫周九。我叫傅云深，我也很高兴遇着你，可是我又无法陪你去晨跑。我更喜欢一个人安静的晨跑。可是当你累的时候，我无法陪你，我连抱你的力气都没有。更喜欢互相拥抱。我就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，现在呢就只能这样的抱。我也想有其他人有，以后能陪着自己的孩子，把我丢掉。厚脸皮，谁要跟你生孩子？那你不愿意啊？不愿意。我这个轮椅没电了，快点给我推了。小红书。